绝对不是真的。只要乱打字，官方就会以为你是小屁孩。不信你试试。我才不信，这要是真的，那边给小十个宝宝，我一人一部 iPad。你可拉倒吧，上次手游都还没送完。谁说的？我已经 iPad 上了。这两视频要是有20个小星星，我马上送。我让全班同学点小星星，看你怎么跑。我看谁敢点赞。